直播吧，11月8日是 NBA 常规赛76人客场挑战步行者，两队上场比赛均遭遇失利，次日都想避免连败，但开场后76人在西蒙斯和恩比德的带领下高歌猛进，迅速建立起两位数领先，而步行者依靠奥拉迪波无可阻挡的得分也逐渐追上比分，第二节76人在进攻端也有所乏力，步行者替补多点开花趁机追平比分，半场结束两队打成50平，下半场在西蒙斯和萨里奇的发挥下76人再度领先，但奥拉迪波再次挺身而出接连砍分，帮助步行者一度反超低分，但双拳难敌四手，多人发挥的76人再度夺回领先，而末节76人建立起两位数领先，步行者未能缩小分差，最终76人100-94战胜步行者，收获客场首胜。双方数据76人恩比德20分10篮板2助攻3封盖，萨里奇18分6篮板2助攻，西蒙斯16分10篮板8助攻2封盖，考文顿13分4篮板1助攻2抢断2封盖，富尔茨7分2篮板4助攻4抢断，尚梅特12分1篮板1助攻，雷迪克10分6助攻，威尔森钱德勒2分5篮板，阿米尔约翰逊2分2篮板，步行者奥拉迪波36分6篮板7助攻2抢断3封盖，博格达诺维奇13分5篮板，迈尔斯特奈7分4篮板2封盖，萨迪斯扬6分5篮板，萨博尼斯16分11篮板3助攻，约瑟夫9分4篮板4助攻2抢断，埃文斯7分3篮板2助攻，开场后西蒙斯和恩比德连送暴扣带领76人取得领先，奥拉迪波跳投为步行者首开纪录，此后仍旧是西蒙斯和恩比德带领球队内外开花，以13-2取得领先，奥拉迪波抢断反击打进止血，西蒙斯继续带领球队冲击内线拿得分数，奥拉迪波打成高难度2+1后接着还命中三分帮助步行者缩小分差，两队各罚两分，西蒙斯突破再送暴扣，奥拉迪波内突外投继续拿分，而后两队均主要进攻内线，首节结束76人29-23暂时领先，第二节恩比德和雷迪克先得四分，步行者直到这节进行了一分多钟后才由约瑟夫跳投拿分，但76人命中率也不高，步行者趁机追上比分，经过大型调整后76人进攻仍旧乏力，埃文斯和萨博尼斯继续拿分，尚梅特三分一箭穿心打破得分荒，两队打成36平，奥拉迪波突破打将，而76人再次失误让步行者打出反击，恩比德三分手起刀落，雷迪克连投带罚也得四分，此后双方你来我往，比分多次打平，半场结束两队打成50平，一边再战步行者主攻内线，萨迪斯扬和萨博尼斯合砍6分，而76人在西蒙斯的组织下萨里奇连中两三分以61-56领先，但此后场上局面进入僵持，两队均多次出现失误送给对手机会，奥拉迪波再次开启得分模式，内突外投连拿6分为步行者将比分反超，但76人及时叫停调整内外开花重新夺回领先，考文顿也先造2+1跟着标中三分，三节结束76人78-71领先，第四节恩比德先罚2分，约瑟夫突破抛投回敬，76人连续内线拿分，步行者多次进攻未果，尚梅特和萨里奇外线投进三分，76人92-75拉开比分，特纳两把全中止血，西蒙斯拉杆上篮命中，步行者外线连中三分打出8-0将分差缩小到个位数，但西蒙斯和恩比德及时站出来帮助76人稳住局势将领先保持到最后，最终76人100-94拿下步行者。首发阵容76人西蒙斯、布尔茨、考文顿、萨里奇、恩比德、步行者、科里森、奥拉迪波、
博格达诺维奇、萨迪斯扬、迈尔斯特纳。